嗨，你有嗨吗？爸爸，你要不要去爸爸？哦哟，明天爸爸要弄头发，爸爸去洗头发，你要不要找爸爸？爸爸呢？爸爸要对趴着，趴着。这个孩子抱起来好。对对。要不要趴着？趴着，你趴着。爸爸，你趴着。好乖哦。爸爸，你前面按。哦。刚洗完头，哦，头发也正常了。再来看看可以剪到什么发型，好不好？大家期待了，我要先顾露娜，我老婆跑去洗头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很皮的小坏蛋一个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等等吧。哇，今天把旁边剃好短了，有没有？夏天到了，换个新发型。后面有对头。好啊，其实我觉得我留齐刘海还蛮可爱的。对啊，蛮好的。你这个就是喷那个了，你推荐那个。怎么样？你像。啊。还好。哦。你们班这里，刚刚就现在这样，它是收起来，就是我们在剪完的感觉就是这里收起来，这里是觉得变多，刚刚没有。这里是慢慢的帮你在学。他撞到脚了。这没带娃娃车 ，Yuna 真的是。因为他活动自如，他可以到处对跑到处跑。装害羞。好啦，现在换我弄头发了。看我现在头发这边就是很厚，然后这样子。好，看设计师要帮我弄什么头发。刘海膏吗？随便分。随便分。对。那我看一下。吹完了，等大家等设计师来帮我抓头发。哎、欸，那就很好看了、啊，你看。对，好、是这样子吗？刚不是才刚吹完头发吗？你转过来一下，给老婆看一下。那就很多了。我有把它喷那个喷雾水，喷雾水。好像假发片一样。有啊，我刚喷很多，这个你没有买吗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啊，有买啊，有啊。那、啊、你们多一点，那个很好用。你都忘记我有买这件事情了。那个很好用，超爱。这个产品的蓬蓬，这一罐吗？对，对啊，这一罐。天然的。对。99%的天然。没有助理帮他喷，然后弟弟帮他喷了，然后都喷多一点。喷完吹干，头发整个蓬松感很多。喷完然后吹干，对，它一定要湿发喷哦，不要单发喷哦，一定要湿发湿发喷，然后喷多一点，然后才可以融在水里面，然后撑起来，然后再吹干，对，这样才能撑起来。如果你是单发，用错，没有，我是那样子用啊，对啊。好，等一下再来呈现。啊，待会妈妈剪头发。哎呀，那来换你去闹妈妈。你要听说你要剪的跟我一样的发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一样短，对
对，妈妈要剪男生头。对啊，我剪男生头应该很帅。因为这样绑水的时候才不会弄湿头发，才会快感。对。那你结果全家就全家头发最长是 U。对。本来头发全家头发最长是 IU。你就剪，你就剃光，就不用正常。妈妈头，妈妈头发从来没有比小孩头发长。Yuna 我看现在还比我长。Yuna 在比你长啊，他只刘海比你短而已，因为他刘海又被修过了。好啦，我等一下来看看成品，好不好？好，先不吵，下一阶段再来看看。哇，真的有短了。有比你短吗？啊，比我短。跟五优差不多。因为你还是会有一些是有长度的。你都在往我撸上面，还是太夸张。要不然你要替一下是不是？替旁边。你那天在被抱走。爸爸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不用做这些。看人家阿梅啊，又换一个老婆，是不是？继续哈，等一下再来看呈现是什么样子的。爸爸，像很像日本妹，你知道吗？是留刘海这样子。我现在剪这个是日本的刘海。哦，这是日本的刘海。对，果然是，因为跟之前韩系不一样。因为没有那个空气刘海。所以你最讨厌的空气刘海没有了。我真的觉得空气刘海真的很不好看。不管是就是多正的女明星。我都觉得，不知道，我就是觉得怪。你举例啊，你举例啊。后刘海不是，我举例想害我，对不对？对。举例哪一个正的女星？对。你看那个 Lisa 现在都剪后刘海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好了，我们等一下再来看结果是怎么样。你说 Yuna 已经要把车子推到楼梯口了，被抓到了。第四次的时候吹头发很漂亮，好、嗯，你有发现吗？对啊，男生那女生那种就是短发，然后就吹的是那种，比较不会那么厚，比较，所以你的头发可以抓丝。哦、嗯，我等一下可以示范一首，就是日本那首抓丝，好像那种刚洗完澡那种丝丝的，它会抓一点线条的那种，就可以用了。如果只有就可以做了。蛮短的哦。嗯。夏天就是要短。我这个头发夹一直夹，很冷，我再夹半天。你坐在这边干嘛？你要跟大家嗨。哎呀。啊。嗨，认真一点好不好？对。下来啦，来招尾巴。你干嘛？你比君咪哦，比爱心哦。哎呦，你会比小爱心哦。哦，这么厉害啊！不要摸地上，哥哥。嗯，哥哥。脾气正常。嗯，对啊，那是剪头发的用具。爸爸。嗯，这婆婆家都有。好，有，我会帮你看这个。好啦，弄完啦！看到两个傻瓜头，新发型。我们两个在比短的吗？真的越来越短。对啊，夏天这样子其实蛮舒服的。对啊，蛮凉的这样子。你这样，你看后面怎么弄？
都通通的，我觉得还蛮舒服，我只差没有剃掉。哇，改天来剃一下好啦，今天的变法成功，好吧，结束。